叫二妹以上，二妹可能二妹都睡觉了吧？可能叫二妹，这个点二妹都睡觉了吧？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家人们，这把我只想赢他，我们团结起来，好吧？团结起来，团结。这个前面咱们先下点小礼物啊，就是比如帽件啊，还有啤酒啊，还有这个小西西啊什么的。咱们棒棒糖什么的先走一波，好吧，先走一波，把这个加成时间给打出来，知道吧，加成时间给打出来，然后咱们等一下加成时间到的时候咱们狠狠的揍他，好吧，来，加油，家人们，给我搂他，最后一把哦，今天晚上输赢就最后一把，如果这把我们家赢，伟家就赢了，我就让他造型跟我一样，然后呢就让他明白，对吧？阿伟，你要上皇子，上皇子是上皇子才能赢。我要上皇子才能赢。家人们，有没有神秘的哥哥姐姐这把 PK 为阿伟上一个皇子的？号召抖音一号的，好吧，十分钟啊，对，就是十分钟。因为最后一把了，最后一把就打十分钟，好吧，十分钟，最后一把就打十分钟。直播间伟家居的家人们，2000多个人，有没有真诚真意的想帮阿伟一把的，想帮我一把的，能不能给我整个抖音号，号召嘉年华华子直接让他说的心服口服，好吧，今天晚上，对，直接给阿伟整个直接整个直接狠一点，直接整个华子，直接整个华子，我让他出的心服口服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说我也不叫哪个姐姐给我上，因为我心里我也对吧，我也不好意思让家人去帮我，但是我希望就是多么希望有一个能为阿伟出口大气的，直接给我干炸干华子的啊。对，让整个直播间都亮起来，让对面输的心服口服，家人们，如果我们这边准备一个华子的话，就绝对会赢的，只要上一个华子的话，绝对会赢的，一个华子的话就可以打出三万分，家人们，差不多3万分。来，时间不多了，家人们，最后只有6分钟了，对面上来了，咱们直接团结起来，好吧？最后6分钟，我也不好去让哪个哥哥姐姐给我杀个皇子，但是我现在这个造型，我也只想赢一把，我想让他给我一样的造型，好吧，对吧？这样我才出口气，在加成的时候打皇子，加成的时候，家人们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们全力以赴的干他，好吧？这一把是最后一把了，我真的不想输给他。我真的不想输给他，家人们，加油，家人们，最后只有5分钟了，加油，对面4000多分了，咱们不要给他底气，好吧，直接搂他来，先把血条给他压过去，对面已经是5000多分了，咱们不要给他底气，直接压着走，好吧，血条压着，这个飞速压着走，好吧，只有5分钟了，家人们，团结起来，好吧，对面已经5000多分了，咱们把血条压着走，好吧，加油，伟家居的家人们，这把 PK 全靠我的家人们了，你们给我的底气就看大家巴不巴阿伟这把了，好吧，最后一把啊，输赢今天晚上就到此结束，对吧，赢就赢，输就输，好吧，我希望这把 PK 咱们全力以赴的干他，好吧，加油，家人们，加油，全力以赴的加油，好吧，只有5分钟时间了，家人们，5分钟时间了，全力以赴的加油，好吧，对面已经5000多分了，我们这边没有情况，先把这个5000多分给他打过去，好吧，这把是不是没有加成时间，来，咱们加油，团结一下，加油，好吧，
谢谢我开心快乐姐姐，感谢我的好姐姐送来的热气球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好姐姐，谢谢。加油，加油，家人们加油！团结就是力量，加油！加油！来，最后只有四分钟啊、哦，咱们团结一下，好吧？先把他这个六千分给他压过去，好吧，家人们，团结一下，好不好？六千分给他压过去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团结一下。来，加油！还有三分钟，你五十秒。来，这把是不是没有这个加成时间？是不是没有加成时间？来，加油，给我炸！加油！谢谢我和米哥说了的烟花，谢谢。加油！来，最后只有三分钟时间了，加成时间来了，家人们，我看，来。1.5倍的加成时间，来，咱们这个时候小礼物走起来，好吧，一人一个棒棒糖，家人们，一人一个棒棒糖，来，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帽劲，一人一个棒棒糖，来，需要70个，一人走一个小礼物，他就有这个加成时间了，来，团结，家人们，直接给我小礼物给我走起来，咱们散票给我散起来，来，需要54个人，需要走散票，来，家人们，直接小心心帽劲，哦，还有这个。啤酒的直接走起来，来，还有26个，只差25个就加成时间来了，20个，只差20个了，来，加油，只差14个了，只差10个了，来，加油，只差10个了，来，只差8个了，加油，团结起来，这把必须打他，必须移他，来，对面1万飞了，来，加成时间开始了，直接给我干他了，来，加成时间来了，家人们。30秒的加成时间，给我溜他来！加成时间已经来了，可以上了，家人们。这个时候是一个飞机就是两个飞机，一个跑车就是两个跑车，直接给我干他来！所以就看这一把了，来，加成时间到了，来，家人们，伪将军的家人们，对面，来，感谢我开心快乐姐姐送来的跑车，加成时间，家人们，感谢我英子姐送来的嘉年华，哦，不是这个抖音号，谢谢我英子姐，来，加成时间。直接给我搂他来，直接给我揍他！这把我们有机会移他呢，对面1万飞，我们13000飞了，来，有机会移他。加成时间现在也是加成时间53秒的加成时间，所以就看这53秒了，来，直接给我干他！53秒的这个加成时间，家人们，感谢我明杰送来的热气球，来，直接干他！这个时候现在加成时间，家人们，现在是加成时间，直接给我干他来！加成时间30秒，来，这个时候一个跑车就是两个跑车，一个飞机就是两个飞机，团结起来，一人一个，一人整一个特效，我们就移了，好吧？现在是加成时间20秒，直接现在这个时候上可以上了，家人们可以上了，直接上来，直接上可以上了，这个20秒可以上了，咱们团结起来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跑车，直接干他，好吧？感谢我的头亮姐送来的跑车，感谢我的明姐送来的热气球。还有六秒钟，家人们，还有六秒钟加成时间，来，直接干他，直接干他！我的天哪，这把不能输啊、哦，这把不能输，这把对面上来了，家人们，对面18000飞了，对面上来了，对面上来了，来给我撸他，直接给我打过去，对面20000飞了，家人们，对面20000飞了，家人们，对面20000飞了，来，感谢我的好姐姐，家人们。只有30秒了，家人们，英子姐能不能再给你弟老弟再整一个抖音号，咱们就移了，能不能再整一个抖音号，直接把它压过去，好吧，英子姐，全靠你了，来，还有后面的拉拉队，后面的家人们，咱们不要输给他，好不好？只有20秒了，家人们，只有20秒了，对面上来了，能不能再整个抖音号？只有14秒了，快点上了，家人们，赶紧上了，直接上来，只有10秒钟了，直接上了。赶紧上了，团结起来，好不好？团结起来，只有4秒钟了，直接上了！我的天哪，直接上，直接上，家人们，团结起来，直接上！哎，我的天哪，完了，输了！对面36000飞。
我妹全力以赴了，家人们，我妹全力以赴了，输了，阅读服输，我热了。家人们，咱们这已经很给力了，已经很给力了，非常感谢今天晚上我的英子姐啊、哦，真的太泡费了，家人们，非常感谢我的英子姐，让你泡费了，真的。还有我们的这个和明哥啊、哦，今天晚上也上了很多票，和明哥也泡费了，让你这么的大力支持。我虽然输了，但是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们，真的太给力了啊！咱们运气没有他们好，而且今天晚上人气没有他们多，你看只有2000多个人，因为我用二妹的账号打的，如果我用那个我的大号打的话，可能就会那个。还有我的今天晚上我的开心快乐姐姐也很给力，今天晚上我的开心快乐姐姐也很给力，还有我们的头念姐太厉害了，还有我的马姐，还有我的鱼姐啊、哦，还有我们的姐姐，还有我们的刷花姐，还有我们的芝芝姐，还有我们的周慧姐，周智慧姐啊、哦，还有牛翠霞姐，真的，还有我们幸福舅舅牙大姐啊、哦，这都数不过来了啊，家人们，太给力了，今天晚上 ，OK， 等一下啊，这个声音怎么打开呢？那老师一个大一个小的，一边大一边小的。不行不行，挂掉吧，挂掉重新连吧。我们家伟家就家人们已经也给力了，已经也全力以赴了。听得到吧？听得到。你今天不是很狂的吗？怎么这会儿哈欠连天了？我没有你狂，我没有你狂，你比我狂。我狂是有实力，你狂是你自己自个儿在那里自己狂。是你狂在先，知道吗？运气好，一晚上打了一晚上了。这个实力你也是知道了的嘛，以后在非家人面前真的低调一点、啊、真的还说我跟你是不是一个到位的，我看你跟我才不是一个到位的呢。阿培请回，阿培快点愿服侍啊、哦、这个大哥大姐们的礼物不是白刷的。什么惩罚阿培啊，你不是说让我给你出个视频吗，就完了吗？出啊，现在出啊，就说啊、哦、我是王飞，是我大哥，我是王飞的小弟，出啊。这么晚了出啊，这么晚了，那个又不是出给别人看的，那个是咱们是奖励的嘛。那我现在我一个手机我在直播，我怎么出呀？明天我反正明天出了就行了嘛，出在我的大号。那你明天出了我们来检查啊，明天我们来检查啊。可以啊，我玩得起的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人，知道吧？对，阅读说我玩得起啊、哦、那你说话题怎么说嘛，话题啊，话题怎么说嘛，话题就没有话题啊，就王菲是我大哥，我是王菲的小弟，就这么一个出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。好 OK， 你自己没有煞飞吧？我想问，需要煞飞吗？打你需要煞飞吗？我直播间这些大哥大姐我都没让他们上，知不知道？我说让他们别上了，就撒票能打一套，让他们上的话早就不知道娘娘了，直接这样子吧。你你牛，你狂对吧？你这种人还得要打服你才行啊、不然让娘娘不高兴。再见，没事，我阅读服侍，没事，再见再见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嗯，有缘家福，再见啊。OK， 视频记得要出啊。你这样子吧，记得要出啊，这样子吧，那个王菲，今天晚上你确实太垮了。那么我觉得你今天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有点不公平，你的人气比我多，知道吧？这样子，
因为今天我是用我老婆的号打的，她粉丝才两万多，我也用我的那个二十七八万粉丝的那个大号给你打，然后我不怕你的，知道吧？你看，你看，家人们，你看，这种人啊，你就算我打他一百次，他都有话说。输了就输了嘛，能力不如别人要承认嘛。怎么，能力不如别人啊？说出来尴尬吗？非要给自己找个理由？哎，人家，你爱怎么说？他们都说王菲老婆上票了，你老婆没有上票啊？我需要我上票吗？我真的我都不让我榜上的大哥打的，我让他们别打的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再见。那个有缘江湖再见。然后那个视频那个奖励记得要做啊、哦，不然那个对不起人家刷了那么多礼物的嘛，对不对？奖励我不会少，不会少你的。但是呢，咱们两个这样子，我明天用我的大号跟你打一把。好吧，惩罚你来，这个奖励你来递，好吧？打爆正能量来，家人们，打爆正能量！打爆正能量，对，家人们。对，打爆正能量，对。我刚才说了，就是奖励我明天会那个安排，然后呢，就是，我希望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对吧？你也是一个有格局的人，那么，我明天用我的那个大号来给你碰一下，好吧？二十七万的大号，什么号都 OK， 没问题，打到你怀疑人生，让你以后见到我们飞家人就绕我走。好，我就看一下，今天晚上确实我有点觉得有点不公平，知道吧？行，那我先挂了啊，再见。那个，你递一下那个奖励，我什么奖励啊？明天的奖励，明天我们两个碰的奖励。明天还碰呢？你怕了吗？你怕了没事。你这样子，如果明天你要真的要搞一场的话，那我们就大搞，出视频搞。啊，可以啊。然后，你输了，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我任何要求都可以。我输了，我答应你一个要求。可以啊。OK， 那就这样定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是吧？嗯，那奖励也不说了是吧？任何一个要求，任何一个要求，无底的要求。嗯，对。OK， 来，不说了，那就。我怎么关不掉它呢？啊、哦！你现在。我不服气啊，家人们，说实话，我很不服气，因为今天晚上我的家人们这么大力的支持我，刚才没有赢一把，我心里真的不舒服，我只想赢他一把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今天晚上我的家人们，我的英子姐，还有我的开心快乐姐，还有我们的雨姐啊等等的，这么的给力，但是我一把我没有打赢他一场，我真的不服气，不舒服。只想赢他一场，知道吧？正儿八经的。哎，来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不只是面子啊、哦，面子是其中之一，但是我不想让我家人们失望，我不想让我的粉丝家人们失望，知道吧？咱们这么给力，然后结果没有打赢，所以我真的不服气。不想让我家人们失望，我只想赢他一场，好吧？来，家人们，
今天晚上感谢我的伟杰游戏家人们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虽然输了，但是我家人们泡费了我。今天晚上不跟他打，不想跟他打的原因，不是说怕他，我不怕他呢，只是我不想让我粉丝家人们泡费。你们也知道我平时都不打 PK 的，但是他说话太狂了，就这种不给我一点台阶下，我也心里不舒服，知道吧？不给我一点台阶下，我就下播了，家人们。不说了，今天晚上大家支持阿伟的所有，我下来慢慢的感谢大家，我会记在心里的，哪些几集今天给支持阿伟的多少，对吧？我都心里有清楚的，我会有点放在心里的。我现在衣服湿透了，所以就有点冷，我就回去换一下衣服，家人们，我就下了，我怕等一下感什么冒了啊。拜拜，家人们，拜拜，英子姐，拜拜，梅哥，啊，拜拜，这个我们的开心快乐姐姐，家人们，后面的家人们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下了啊，拜拜，拜拜。